用艺术美化中国第38集，流川枫。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露天的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比较丑，周围的房子很破，我们要换一个流川枫来美化一下它。大家看这个菜园子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个停车场的环境啊，这房子都比较破旧啊，都已经拆迁了。这是一个城中村，我们将在这个位置画一个流川枫。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，留了树影送我乘凉。你看我盼着你的模样，我没假装，我不会假装。他看着你画他的篮球。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，留了树荫送我乘凉。你看我盼着你的模样，我没假装，我不会假装。我这无处安放的艺术细胞